2024彰化县妈祖祈福文化节今晚在园林园隆重开幕，邀请台湾传统艺术代表团队明华园戏剧总团登场演出，由无敌小生孙翠凤领衔演出《尘愿再来》。此为明华园经典剧作，剧情高潮迭起，扣人心弦，更重要的是其借由故事所传递的正向价值与精神。县长王惠美到场与观众一起欣赏精彩的演出，享受这场艺术盛宴。各位天体心下拜哦，彰化人彰化市记者林明佑采访报道。